小雨，小雨来了，等着弄面哦。有我的他们家。好，你挖，你挖，你挖。小小小。小雨后面有一个，后面有一个，刚刚。有挖超多下，哇，几推几推几推。哇，漂亮漂亮漂亮。哎，有没有帮我打杠杠啊？我们再追另一个。刚刚刚刚你们哦，下面还有一个一拳。好。刚掉去。我来，因为他们有三个人，三个人来。OK OK， 一拳逃跑，一拳逃跑。结束。对。干嘛 ？OK OK， 二零刚很棒。耶、yeah, ，有的。有，我们可以再一波，再一波。啊。家里面现在是绿宝石被地铁多。可以尽量用。尽量用，尽量用。箱子不够多。那我看一下那些。箱子不够大。对啊，我觉得他应该要可以买香香。不是，你金锭可以丢旁边啊。对哦，我放那个好，我放那个，我放罗杰香。珍奇商人有药水，猛跳药水，十个、嗯，还有守护的。他们刚好是有人喝药水。我们绿宝石很多是不是？对，我们绿宝石超多。好，我都领出来，先卖买一个守护的。他马上刚就是在家里准备东西就，就冲进来，行不行？嗯。你们刚刚是这样子吗？就突然被入侵？对啊，绿宝石存不回仓库，没看到，然后人就到家里。偷偷摸摸，我这边放一个守卫者，哦，弓箭兵，他是一个弓箭兵。啊，我们可以放那个绿宝石，什么绿宝石还是什么青金石上面可以放守卫者？我已经放了，我就是放了哈，跟你讲是一个弓箭兵。不是，还有一个是挖掘减速的。哦，是啊，还有别的。哦，好，哎、欸，他们要准备过来哦，你们先准备一下哦。200，我们准备进攻。他们三个人哦。好、嗯。哦。好，兄弟。完了完了，相遇相遇，他相遇固执。两个残血，两个残血了。哎、欸，下去下去。中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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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了来了来了。一个一个快到了快到。再一个再一个再一个。喂，哎、欸，那个猛跳一下子就没了。后面二零你又来了吗？没有啊，在我打刚刚他家里只有哈记，我等你，我在他们家。二零你在哪？快点，我到门口了，我们两面一起。好好，他们注意力都在我这。你偷啊，你偷啊，交给你。nice 二零，好快啊，哇，这是个互换耶，好可怕。哎，他们死回在里面啊。哎呀哎呀，边缘战法。哎、欸，那个哭公王打到他、欸，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他站在那边，快、嗯，对啊，而且还射到我，他有奇特，他还射到我，像大团长啊，我被射打死了。好猛啊！突然被打超远，上来上来，怎么跑到指令室？嗯，刚是谁偷袭啊？你们被我魅惑了哈。我们可是有一个边缘战士200，200啊！这个追加大到我们打不赢啊！啊差点被你们那一波给打到，还好200不得了啊！差点就赢了，我就在那边一直冲，然后我就看到哈基在射，我就说200快一点，快一点。他从旁边偷偷摸摸。哎、欸，你的弓怎么那么痛啊？你说谁的？我的吗？你的、啊？没有啊，正常的是那93，最正常的。哎、欸、哎，是被射到掉下去的。音乐风大不大、啊？有一点。那个风真的超白痴的哎、欸！我一开始就被吹下去。我身上还带满东西，很开心的走那个桥，然后就噗，掉到作者已经所以地上那些东西是你的、啊，没有是你的，你也有，好吧？你少来，我就看到你自己也被吹下去，你还敢说人？明就你先的。哇，这个要上来好难哦，要跑那个楼梯。对啊，我觉得珠宝核心差太多了，大家都攻珠宝核心就好了。主要就是要专门攻珠宝的啊，嗯。就是要想办法，而且你们那边盖一条路，盖超长的，
从旁边延伸过去啊。对啊，一定要啊。啊，刺激刺激！可是我刚使用背水一战失败。啊，他还有一张地图。我们至少先把这三张玩完。哎、欸、咻！好。哎、欸，其实小哥，你刚刚可以拿个那个玉虫、欸，拿什么？不死图腾、就是、啊！不死图腾哦，对。我们刚刚接着在下面有找到大秘宝。嗯，一堆没用的东西，在那个瀑布的底下。嗯瀑布的底下哦哦，对对对，那边大秘宝，它主要是有很多的复活图腾啊，然后还有很多的黄金，然后重点是那些黄金都塞满我们的箱子，真的箱子超满的，不知道来干嘛，那黄金没用的，又把箱子塞满，是你扔掉啊，傻眼，对，黄金好像不能干嘛，能不能干嘛？你可以把黄金喷到我们的那个回收站啊，塞满我们那边了。哎、欸，对哦，哎呦，嗯，来，我们再来挑战的是自焰鬼谷，听起来很可怕哦，很多 buff 吗？我不知道，很多爸爸。那个爸爸陆陆续续的回家了。哇！岩浆战场啊，岩浆战场啊 ，buff 效果很多，很刺激。嗯，哇，这个不晓得是一开始，好像一开始就在有一些瘟疫岛跟那个力量效果岛。而且是不是一开始就有三个核心啊？嗯，应该是一开始就有。嗯，不知不觉只剩下我在处刑区里面了。大家准备走了。你想被处决哦？早说嘛！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啊！走开呀、啊！你等那么久就为了这一刻，是不是？哇！满意吗？太满意了，尴尬、啊。会同队的，同队的。超怀同队还加入。我怎么在里面、啊？一拳，你这样有点踊跃哦。什么？形容词？我出来了。好，来来来，别再偷看了，我们分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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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零会教你。好。走。啊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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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感谢小渣渣限定、啊。有人买吗？有了，那个压力板谁买？压力板我买了。好，我去放那个了。好，好。绿宝石神殿是不是有人也买了？我买了。你记得出来。出来，我直接在那外面地上扔了那个触发。板板。对对，板板，你可以直接过去触发一下。好，我往右边盖。哎、欸，啊，对对对，阿基是不是想搞附魔？没有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先搞一些附魔，欸、我去抢，中间要抢哦，一样在抢。哎、欸，他们，哦，你买好，哼，哼，我也买好了，哼，哼，哼，你会救你吗？哎、欸，人越多物资不是就也就越多了吗？欸、他们放附魔台，中间箱不是他的中间箱是没有清掉，放附魔台，放放好快，认真没清吗？真的哦，我刚刚忘了清啊，我里面还有衣服，我里面还有一些东西耶。好，跟我们就直接说一下中间箱。阿基，你刚刚没拿过的给你，忘了清，给你看钉钉，自己规范自己吧。我一打开，有大家都自己人啊，自己规范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自己规范。嗯。等一下。我先盖到中间喽。好，我们走，皮皮虾。
到，中间到了，中间到了。去找一个男朋友。哇、哦，这武器收起来了。啊，没有稿子，没有稿子，赶快挖他们公司。对，可以挖，可以挖。我去换。想一下、哦。所以前面还没有加分。我换给你们。对，好像他也没有加分呢，他好像也没有加分。所以开始没有。嗯，他都是没有这样出。哎、欸，不用啊，那你们就挖。就挖掉看看，不知道有什么效果。怎么没 buff？ 中间没有吧？是旁边那一些区域的。别闹。哦，暗迷蒙 buff 跟什么？暗迷蒙。我先画不？对不起。而且你刚暗迷蒙，我也暗迷蒙哎，为什么？耶！卡一下，卡一下。有那？如果这个可以用成功，我就可以封他们前面的路。有那？哎，哇，他们哦，这是我放的 GB。嗯。在下方的哪里啊 ？GB 的下方哪里可以放？哎、欸，你要放什么？哎、欸，就是要直接跳下去吗？啊，为什么核心商人打不开？哎、欸、，GB 的前面没看到那个可以放的、欸，就是你不能用摔死的放、欸、连放 GB 是不是？哦、是可能、啊、为什么好像是、哦、核心打不开了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核心商人打不开，核心商人坏掉了。哎、欸，商人，哇，哇，商人不可以买呢。两个东西吗？你有办法重置它一下？哎、欸，对不对、啊？好，我们是买了一些就没了耶，哎，不给买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试试看啊。因为也是第一次玩了那么多场啊，连玩。大不了啊！等一下，那不给你。哎，有了，可以了。哦，给。哇，你要来挖核心还会失明哎！天啊！哇。他面向不对位置，等一下、喔欸，没关系，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还有什么呢？他中间也没有加分。师傅，可是音乐已经附好魔了。我们有人附魔台有放吗？有放，有放。对，可以去搞附魔，好不好？嗯，您搞，我搞。我在布阵前方。哎，我们的绿宝石有怎么没有加？还没升是不是？啊、哎，那个200把前面的都挖走了。我也挖掉他们的啦。嗯、哦。有放啊。他是没在升啊。他没有升哎、欸。他升了6个，然后就没在升了。真的吗？欸、这场有 bug 是不是？有啊，8个。很慢。哦，你有领了。有领。你是不像讲。被领走了啦！哦，乱领呢。我、哦、傻眼！外杀！哇、哦！微型杀哎！微型来口！有啦，那个有在里面呢、啊，有在里面。小光我就乖。那你要？我想说他这么慢，才八个，太慢了。那你要补补大便吗？我？不是啦。所以我们现在在中间岛不会有负面 buff。我已经把他们家的路都连得好好的了，准备可以进攻了。好的，所以我们现在绿宝石这场感觉怪怪的，绿宝石好少、哦。哈哈，技灵出来了，你都拿去买什么、啊？买衣服啊，一套啊，大家都有一套，先买衣服啊。大家都有一套，啊、没有啊，就你有一套啊。没有，他们身上穿了啦。他们穿。嗯。哎、欸，剩下先留一下。对啊，我不领了。不然没办法加速那个铁超慢的。哎呀、啊，对，能买核心。好哦，嗯，没钱啊。在中间岛不会加分还好。我好想把那个刚中间箱的东西拿来用。因为好像我们把那个加分神殿好像关掉了，所以就没有加分了，就都要用挖的。哦，好吧，挖不会乱，不然就挖过来。哎、欸，中间箱放这边很恐怖哎、欸，还好啦，他们走过来就可以领了啊。可是他领的时候就可以被打，有没有？你用火焰剑吗？就直接砍他、啊。盖错箱。哎、欸，他们家其实盖很多，现在是一个偷袭的好时机，我觉得。然后盖的好满、啊。20，你又在挖我们前面的，我觉得前面先不用放，那太容易被挖掉了。